当代神仙的年轻消费馆，5000的游戏机真便宜哦，加入购物车2000的蓝牙耳机，可以可以，一起下单了。等等，6块钱的邮费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？我都想自己过去拿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去实体店看看吧。但是老君，这鞋不错，多少钱？真有眼光啊！这双是联名限量款，要2000。悟空，这可是联名限量款，你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，会不会是假的？我感觉是哦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！我不敢了。嘿，等等，我这里还有一批货。你们看这双，它可要4000，这个价格绝对保真哦。是啊是啊，刚刚不打算，来两双，来两双。打算加油费一共收你500，筋斗云加买100张才500块，真便宜啊！给。徒弟，停一个小时多少钱？1个小时5块，一天封顶120。一个破停车场，一个小时竟然收我5块，不停，绝对不停，还是路边随便停的香。这次算我倒霉，下次肯定贴不到我，到时候又能省下5块。师傅，我下好了各种水果，赶紧来吃吧。哎呀，不吃不吃，看着就烦。吃一口嘛，吃一口嘛，我削都削好了。你放旁边吧，我心情好了，说不定吃两口。玉帝老板，来份88果盘，我嘎嘎炫。好嘞，一号桌神龙果盘一份，大家嗨起来。这个不错啊，才200，这个也好，才150，全部来一份，共计1852块，扫码还是现金的？当然是现金了，我帮你装起来哈，这么多零食需要大袋子才行，袋子就算你5毛。等等，一个垃圾袋要收我5毛，绝对不行。那你们带着走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可是有72遍呢、啊。嘿嘿嘿，这样又省了5毛钱。你浪费了72遍中的一遍，就为了省5毛钱？你懂什么？该省省，该花花。那老头的会员怎么又过期了？再去接一下吧。徒弟，有没有视频会员？没有。长耳，有没有视频会员？没有。兔塔，没有。巨灵神，有没有？别问了，都问300遍了，真没有啊。好吧，怎么整个天庭连个有会员的神仙都没有？我再去灵山问一遍吧。你有这时间就不能自己成为一个会员吗？你这样不就成了 UP 主最怕的白嫖怪了？你懂什么？我不充会员不代表我白嫖。对于我喜欢的视频，我都会毫不犹豫的投给 UP 主。好作品回馈硬币是必须的，还能顺便长长经验。嘿嘿，至于会员嘛，我再借一借吧。哦，这漫画不错，才1000块，买买买。还有这手办，才2000块，买买买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八戒，你买的漫画书和手办到？哦，我手机上都看完了。那手办呢？不拆开看看？不拆不拆，拆开了就没有收藏价值。漫画书买过来吃灰，手办也吃灰，败家族。哎呀，你不懂。哇，好想拆开啊，好想摸一摸老婆，但这么好看的盒子拆开可惜了。算了，还是摸一下吧。全新未拆，原价出，可小刀急出，赶紧买了换新老婆。